这是侏儒兔，不，侏儒兔不可能有那么大，而且也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毛发。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？可以告诉我一下，谢谢啦。我就好奇啦，这只兔子身上的毛发很短，但头上的却又多又长。以前有听说过金毛狮王，难道我眼前的这只是灰毛兔王？胖胖，乖，来抬起头，让大家看看你像不像灰毛兔王。还真的有点像啊。你以为他这边的兔毛是最长的？不，它最长的地方是在头上。那么有多长呢？目测跟兔耳朵一样长，而且手感很柔软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如果亲手给它做个造型会怎么样？这发型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我个人觉得挺帅的，我感觉它会谢谢我。胖胖，你说细不细啊？这就是它，一只酷似金毛狮王的灰毛兔王。